那这一个柜子，那这个柜子里面放的都是我比较不常用的东西，像是有什么收纳包啊，然后有一些线材，有充电线、充电器、支架、云台、快拆板、螺丝、兔笼、遥控器、布套、毛毛的东西、布的东西、盒子的东西、铁的东西，还有几只。还有一些神奇的枪支，反正我们这一个柜子就是放一些，还有一些神奇的枪支，反正这一个柜子里面就是放一些比较不常用到的东西。那我们尽可能的，还有一些枪支，反正这一个柜子里面就是放一些比较不常用到的东西。那目前是还蛮乱的。还有一些枪支，反正这一个柜子里面就是放一些比较没有，还有一些枪支。